首先我们先取出我们的三号黄色线，我们这里先来缝制上方梨的部分。我们这里要使用的是南弧线断面器的制作方法。我们沿着给大家印制的线条竖向了排线。我们这里的排线的时候要注意将我们给大家印制的线条给盖住，这样制作出来的成品才会更加的美观。我们这里呢，一个颜色的线缝完之后呢，我们需要在边缘进行收针打结。我们将绣布进行翻转，我们挑起小部分的绣线，将针穿过。接着呢，再将针从我们后方线圈再次的穿过，收紧后方线圈。这样呢，我们的线就固定好了。这里呢，我们固定线的方法不同，大家可以选择任意一种方法来进行固定都是可以的。固定好之后，我们用剪刀将线剪断。下面我们取出五号蓝色，这里我们先使用断面绣两股线，我们先来缝制叶子还有上方的星星部分。叶子这里呢，我们要斜向进行排线。我们切下这里呢，就将星星也是竖向的进行排线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取出两根线，我们对着穿过针孔之后呢，我们再结尾打结，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四股线。接下来我们需要使用四股线回针绣，我们来制作圆圈还有这里的图案部分。
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去除我们的一号白色线，这里我们要来缝制我们离身体上的高光团部分。所以呢，两个这个方法相同，我来缝制这个给大家做演示。下面我们再取出四号粉色线，这里呢我们要来缝制这里的圆圈团部分，我这里使用半边线来进行制作。下面我们取出我们的二号米色线，这里呢我们来缝制小熊的裤子还有耳心部分。我们这里呢先来缝制耳心，耳心两只耳朵这个方法相同，这里呢我会使用一边来给大家做演示。下面我们再取出我们的六号棕色，我们这里能来缝制小熊身体以及面部的团部分。
接下来我们再取出我们的8号粉色线，这是我们先使用量弧线断面，需我们来缝制腮红还有嘴巴的部分。另外一边呢，我们使用同样的方法来缝制。这里呢，我们要将线调整到一长一短，我们只在一端上进行改接。我们在一端打好结之后呢，我们先将这根线放置到一旁，接着呢，我们再拿出另外一根针，我们再从我们的线里抽取三根线。我们抽出三根线之后呢，我们将它们对齐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准备好了六根线，还有我们的一股线。接下来我们要用一股线来盘线，去固定我们的六股。我们先将六股线从圆的中间这个地方将针向上穿过来，接着我们将线放置到一旁，我们取出我们的一股线，我们来进行固定。下面我们取出7号线咖色，我们这里能来缝制眼睛、鼻子，还有我们梨，这里还有文字部分。下面这里呢，我们使用回针绣来给它进行缝制。
接下来呢，我们剩余的文字部分我们就使用同样的方法缝制，这里就不给大家重复演示了。下面我们取出9号的棕色线，我们这里取出一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用一根线来盘线绣固定我们的石骨。我们抽取一根之后，将它穿针，将线调整到一长一短，我们将它变成一股线。接着呢，剩余的5根线，我们就将它穿在另一根针上，变成我们的石骨。将线穿过来之后呢，我们将开头和结尾位置对齐进行打结。打好结之后，我们将线从一端向上穿过来。接着呢，我们这种短的距离，包括这里，我们是可以直接将线穿下去的。接着我们再使用我们的一股线来进行固定。另一边呢，我们直接将针穿上来。这里比较长，我们就可以先不将针穿下去，我们先来进行固定。最后结尾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来穿下去固定。我们就沿着给大家印制的轮廓，我们将线固定在袖部上方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呢，另一边，这里我们就是用同样的方法缝制，就不给大家重复讲解了。到这里呢，我们的